耳其的陶器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繁荣的。这个地区叫奥瓦诺斯，奥瓦诺斯非常非常有名。有名的。这个地区大概有6000年之前，他们就是有制陶的工艺。对。这个是红河的泥吧 ？Red River。这是用红河取的这个泥来做的，是陶罐。他现在用的这种制陶的工艺是4000多年前当时赫梯时代的人们一种最原始的一种制陶的工艺。For me, okay. 现在这个阿瓦诺斯县流传着这样一个习俗，就是男孩子要迎娶女孩子，首先他要会制陶，好不好要看这个盖子，看这个盖子是不是非常完美的盖在这个罐子上。只有具备这种制陶工艺，他才能向女孩子提出结婚的要求。女孩子的家长呢，只有看到这个男孩子能够成功的做一个非常好的陶器，才能相信这个男人可以养家糊口，可以为他们的女儿提供美好的未来。